对，可以吧？你的柳丁。那个水不能装那边的水。为什么？我帮你。好，你帮他照。突然郭雪芙就出现，跟我们说，那个水太死了，不要用那边的水，就要我们去找那个比较流动的水。而其实天色已经比较晚了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就。这里看得到吧？可以吗？这边够活吗？那边够活了。这边啊，你要这么活的？可以，这边可以啊，这边可以啊，这边可以。你不要点下去就好了。哎呀，好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不要把我推下去。对啊，你这是干嘛？对，要洗澡。这是洗澡水。哦。好，你的活水好，搬得动吗？我先把它，你要把它卷起来。我就先啊，要卷起来。嗯，它要卷起来。我想一下，是要如何进行？我有点看，有点上方，没事，有点暗。对对对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啊。Oh, okay. 你这个根本不用拿下来，我们装那个橘色大桶子不是就可以装进去了？对啊，按不早说。Hello， 我刚才有问你卷起来了吗？被你气死，卷起来倒掉了。Go， 要加米酒了吗？你觉得要了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好啊，三罐，哎，先两罐好，我觉得。我因为它已经炒出颜色了。我们的六人份洗澡水，这一桶，我觉得再一个好了，再一个对，这一桶一个人限时三十秒，一个人限时三十秒。没有规定一定要洗澡吗？没有规定啊，可以不洗，不洗啊，我也不洗，直接去溪边洗头，走那边好，湿巾擦一擦就好。洗澡我还真是没有过在一个，可能洗澡的时候就要贴胸贴吧。哦，有一个很怪的声音，会不会今天晚上大家都不洗澡？我觉得有可能，但是晚上很冷，如果有一点热水还是好的。先弄吧，总比没有好。主要是装起来，上回打气足，顺时针加下握把，逆时针90度松开握把。哈？哦，这样。没有，他先顺，然后再逆。有，就是把这个。啊，等你不能打了，还有一个东西，顺时针打到不能打位置，对，打到不行，大概30到50下，你刚刚已经打20下了，下压，感觉快不行就算了，是吗？还可以，他只是要给他一个压力，让他可以喷出来吧。哦哦，好像有，对，有，哎，下压90，哎，对，就把它缩回去，对，啊，他应该现在就是。水就会喷出来，就会喷出来。你是那个洗澡小天才。你加了3瓶米酒，是不是？对，如果这个味道不够，你现在里面有高汤，你现在里面有高汤吗？没有，纯米酒。纯米酒。那打开滚了可以点火、啊。然后把那酒烧掉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嗯，哦，因为我们上一次煮那个麻油鸡也是纯酒，对啊。但是我们煮出来还蛮好，还蛮好喝的、啊。对啊，我们是到后来汤喝完了之后，我们才又加水。对啊，但它滚了。这个锅子很快就滚。好，很快就滚。你这样可以点得了火吗？可以，对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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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妮哦。对啊。哇。然后就火焰秀。哎，真的耶。对啊。所以它就会把它酒精，然后它这样就会很香。哎、欸，那个泡泡我们要把它抹，所以我在家我已经不敢。所以你那时候应该也要这样子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泡泡不用把它弄掉。如果它是纯酒的，就可以这样子。